红豆，我给你个草金吃。怎么感觉你最近不爱理我呢？是不是因为我养了一个胖虎，你就觉得你失宠了？我先吃吧。哎呦我去，你看你这速度像一个丧尸一样，你也不配吃草金呢。哎呀，你真太让我失望了。哟，钻在底下去了。我去，还怼夹棒上了吧？哎，好像是吃了吧？啊，吃了。行了，真不容易。这么快吃完了吗？这咋回事？怎么又给咬死了不吃啊？你想咋的？